大家好，我们是卢池兄弟，我是老罗，我是宇哥。今天我们又到河里面去搞点鱼，带他们两个来河里玩一下。要把鱼网从那边放出来，把这搞一个大包围圈，把鱼赶在放在一起，赶在一起。现在渔网放好了，先把这个渔网慢慢的移过去，然后缩小一点，鱼再一起去把它搞了。啊，抓到一条小鱼，哪个鱼啊？好漂亮，哇，好漂亮的鱼啊！钩鱼，最好吃的鱼啊，这个。这段时间水太干了，鱼都被抓完了。现在我把小罗、小雨拿下去抓点鱼吧。现在就看他们两个了。这马口鱼挂在网上，那两只鲈子想把它吃掉。哎呀，这个马口鱼挂在网上，他们两个看到在这里抢着吃，现在给他们吃算了，都被咬烂了这个。啊。这几条鱼只够他们两个吃了。我没看到，哇，这么快就吃了，没有鱼了，说明你们两个吃完了。这么大的石斑鱼，一二两。回家喽，小雨、小龙。啊，今天食物不行了，回家了。只打到几条鱼，够他们吃两个吃的了。好，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回去也回去了，小雨、小龙，上来吧。上来了，小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再见了。